等一下先主线哦，等一下，快点。欸，我们时装继续讲好不好？因为我上一集发现时装我们都没有讲，然后活动也来讲一下。这什么时候有的东西？好，今天这集重点就是科举答题。那这个总共有四题，大概去答。哇，你勒不勒，别当逃走啊！我苦了我。天哪，我要逃走啊！可以逃走吗？这有什么好玩的、啊？好啦，回去那件答题，哎呀，而且这个不能逃走啊！算了，我们今天影片都要讲这个好了，外乎你我。实体哦，那因为这个是全府啦，全府的活动哦，而且大家第一次出这种活动吧，反正重点就是有所谓的新科状元。然后你就可以看一下它里面的一个介绍。嗯，而且我们刚才考的就是会试。这应该是大家最想要的东西。